在五年前吗？有人还记得我什么时候玩过轻轨的吗？可能是五年前，可能是四年前的时候，我有玩过一款游戏叫做轻轨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出二代了，它是出在手机游戏上面，看起来还蛮酷的，所以想说玩给宝宝们看看。我有点紧张，我好想你哦。我可以玩剑吗？我没有办法玩剑，这个是什么啊？美香篇、卓郎篇、老师篇，我还记得你们的名字。校长篇，我记得一代没有校长跟老师，对不对？我不记得一代有这两位角色，但是你们三个，我好想你哦。所以阿浩是谁？阿浩就是我们以前的 Comico， 对不对？这边还有那个三倍数，还有五倍数。我记得以前阿浩叫做婶婶子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在玩一代的时候，好像主角的名字好像叫做婶婶子的样子。我好想你哦，简。开始了，我只有一个 K 点，那。要从此剧情开始吗？所以二代它变成是可以体验每个人不同角度的意思吗？我可以取名字，太好了！神神子，这个是我们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名字。四隔了五年，咱们再重新踏上这一趟旅程吗？从前位于郊区的某间学校，好像是突然废校了。我记得我们以前是去阳宅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是去学校，是吗？至于为什么会突然被封锁废校，虽然现在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，但大家口耳相传有这么样子的传言。这是谁？老师吗？这看起来像是老师。变成废校的那个宿舍里头，有蓝色的怪物出没。我说校长呢，我们现在人在的地方为什么一开始就在监狱里面啊？我可以移动吗？太好了，清醒过来了吗？我们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们四个应该是偷溜进废校区才对啊。还是一样会结巴，哈哈，好可爱。进入校舍之后的记忆都没了，等回声过来就发现身带此兔，我没有听说过牢房这么一回事，还是别人是怎么打了扣回家吧。那老师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因为我看见大家进入废校区之后才追过来的，我也在踏入校舍的当下就突然眼前失去了记忆，这里真是让人不舒服，快点离开这里吧。美香，好想你哦。为什么这边的美香看起来比较正一点点啊？之前的美香长得不怎么样呢，说的也是。总之，先离开这里吧。好哦，我们可以用，这就是手机的操作方式。所以我现在操作的是婶婶子。哦，这个是小便桶吗？我可以调查小便桶吗？没有办法，我有看到病床上面有东西，所以我要走过去调查，得到了牢房的钥匙。真的是手机版的，好妙哦。这个是美香对不对？美香变正了。冷哦，不如我抱你怎么样？马上被赏巴掌。这个是卓郎吗？我记得以前一代的卓郎是不是最后变成轻轨了？可恶，这是什么恶作剧吗？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平行时空是吗？学校里面的牢房也太扯了吧？老师，门打不开，我有找到钥匙，牢房的钥匙已被使用。我们走出来了。这间牢房到底是我们进到学校里面没有错吧？有声音。刚刚那个是什么声音？听起来是从那边传来的。我去调查一下状况。等等，要小心一点哦。哇，我们真是很大胆呢。那啥，一只小老鼠啦，怕什么怕？老鼠。跟着老鼠走吗？还是我可以调查这些柜子啊？我可以丢进去，跟以前好像哦。OK， 那我来调查一下书柜好了。我可以点下面就可以直接调查。书本塞满满的，怎么跟一代的既视感好像哦？久违的轻轨，这边还有提示，其实有点像是密室逃脱的感觉哦，还蛮妙的。
在碎玻璃的地方有东西闪亮亮的，涂的乱七八糟的笔记纸到手了。上面是什么东西？有四种不一样的颜色，我猜这应该是 Google Chrome。 嗯，是老鼠跑走了。刚刚的声音是不是老鼠造成的？这个是可以进去的路吗？啊，不是，这个是一个墙壁。那我可以看一下我手上刚刚拿到的东西是什么吗？这个是我的状态值，游玩时间三分钟，步数存档零次，多存档会好吗？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吗？涂的乱七八糟的纸，曹操你别闹了。使用，在这里无法使用。好，理解理解。那我们往下走，去找其他人。我可以跑步之类的吗？咦，那大家跑去哪里？剑，还有大家呢？你做了什么？又来了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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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剑，我跟到了，我剑跑走了。最经典的画面出现了。剑去哪了？似乎被上锁了。没有东西，右下角这个是、一个破碎掉的地板而已。啊，我可以进得去吗？可以。哇，你是会瞬间移动你？人怎么不见了？亮亮的，书本被塞得满满的。我要捡上面的东西啊！我是要找梯子才能够拿到那个东西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居然没有锁哎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感觉可以调查。没有办法调查，左边这是一条路吗？门上有铁钉钉牢的敲入紧钉而无法开启。我是不是不太会念中文啊？我的中文有点糟哎。然后轻轨出来的时候会有 BGM 吗？哦，少一块拼图，想办法去找拼图是不是 ？Back， 好，我刚以为 jump scare 又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门打不开，不知道是否和一旁的话有关系。我说剑，啊，你是走去对，你可以走去对啊，你是瞬间移动你，所以这扇门可以进去吗？似乎被锁上了，椅子可以推吗？啊哈，这就对了，我记得以前好像也有这种类似的桥段，对不对？酷，有了有了，我们有椅子可以推，太好了。再往左推一格，我知道。这样子应该可以得到了地下藏书库的钥匙，很好很好。这边到处都是书哎，谁会在监牢这个地方放书啊？所以应该是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地下藏书库的钥匙已被使用。跟以前好像哦，以前是不是在那个阳宅里面也有图书馆，得到了钉耙，然后我记得以前拿完了之后，他就来了，经典的 BGM， 不过他动作好慢哦，我没记住，哇，他会换房间，等一下，哈好。钉耙已被使用。好的，有人知道剑跑去哪了吗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落叶吗？没有办法调查。这个有办法调查吗？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再顺路去看看吧。我出现了空洞的声音哎，为什么突然出现空洞的声音？那个保险柜在发光，好像有什么物品。得到了拼图，太好了，我正好知道哪里用得上拼图。那我们看看这个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。好，我现在有硬币了，硬币可以做什么？硬币可以转蛋，来转蛋呢、啊？所需啊，二十个就可以转一次，可以使用面具更变轻轨的外观，。所以如果我没有更变，从头到尾都是那一只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更变转蛋喽。这是什么？我要自己划开吗？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
这个是在最后，在最后的时候，一坨轻轨聚集在一起。哎呦，这个超恶哎！我们到上面这个房间看一下吧。放进去，放进去。我要直接点道具使用吗？道具，道具，拼图使用。将拼图碎片嵌入了挂在墙壁上面的拼图当中。旁边传来了开门的声音，咔嚓！这自己配音，他没有配的话就自己配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进到这个里面去看看好了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话说剑是怎么过来的？还是他随手偷了一片拼图走啊？搞不好是这样子哦。这个可以推吗？很好，这个没有办法推。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像学校了。左边那个地方是楼梯吗？所以刚刚我们在的地方是地下室咯，这个是楼梯，不过楼梯好像坏掉了，没有办法下去。那我们到楼下去吧。这个应该是外面了吧，一样是一楼的样子哦。对，一样是一楼。你们觉得阳宅比较恐怖还是学校比较恐怖啊？Green plus black， 绿色加黑色。然后我要输入一个密码，绿色加黑色，所以我等一下要找到有颜色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有颜色，说到颜色，我身上是不是有一个道具？绿色加黑色，所以这个应该是黑色，应该是绿色。我要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。好，那我们要想办法把上面的字消掉。男厕被堵住了，我的，嗨老师，嗨，神赛，太好了。原来你没有事啊？难道老师你也被那个蓝色的怪物给……是的，我们在大家在等你的时候，他突然出现，虽然设法逃离了，但大家也四散失联。我发现剑的踪影了，去找他吧。哦，我们组队了。等一下下，等一下下，你是轻轨吗？我躲在厕所里哎、欸，这是新的，这是新的。看一下有没有四姨子，四姨子在吗？不在，都可以打开。好，那我们走咯。哎，杜尼，我们往外面走去找剑。我们往右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往右走。哎呦，没有人。这里看起来有点像是保健室哎、欸，两个声讨体重好了，有体重计以及三种形状各异的重物。好，什么叫做三种啊？你指这个东西吗？三角形、正方形，还有星星，指缝，似乎只能同时放两个重物。这个应该跟什么解谜有关系？我没有办法取消，我现在随便乱选。好，然后我去看一下附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调查。这个应该跟我们要找到下一个线索有关系。抽屉被锁上了，11变成2，再变成6。11变成2，再变成6，好像好多线索支离破碎的线索。好，那继续往，这是什么仙人掌吗？不是，哦，空洞的声音。好，我要练习躲柜子，我要练习躲柜子。空白键可以躲进柜子里面。又是箱子，我爱箱子。进去了。为什么你可以跑这么快呀、啊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好经典的画面哦！神神子被发现躲在厕所里了，好可爱哦！看久了还蛮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为什么玩这游戏会觉得很恐怖啊？对不对？是一个挺可爱的游戏啊。转蛋时间，面具转蛋会是谁嘞？是谁在家呢？是我啦！怎么又是你？为什么又是你？好啦，过分，抽到一样的东西耶、欸！哎、欸，好亏哦、喔，这么多我就可以抽到一样的。好了，等一下这上面有东西吗？看一下，没有，没有东西在那里。这里是。学校也太多医疗室了吧？是一个小盒子，上头有一个小扣环，转动它的话，或许能够打开盒子。那转动它，你为什么不转动它？这样子我们主角不想转动它，我们可以拉帘子。
有东西在里面。得到了笔记用纸，上面写哦，星星四颗，正方形不，星星七颗，正方形四颗，三角形两颗。理解。好，那我们要走了吗？下面还有一条路可以下去探索，去看看吧。人体模型是科命，科命在吗？是空的酒精灯。好哦，科命似乎没有手臂，所以我是要帮你找到手臂是吗？是人体模型，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已经有损坏快脱落的部分。我得到了手臂。咦，好哦，那你要手臂吗？我借来了一只手臂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手臂嘞？来，这个送给你。对着没有手臂的部分，将手边的人体模型的手臂嵌入了进去。手臂虽然很完美的嵌合上去，但同时有别的物品落了下来，得到了四方形的物体。这是什么？猪油啊？好的，谢谢哦，我得到了猪油存档。我现在几乎做一个动作存一次，你知道吗？这现在有点感觉像是我在剪影片了，就是 Ctrl， 它可以直接 Ctrl S 变成快捷键吗？我一定要每次都打开那个画面吗？好，正下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躲的柜子，似乎被锁上了。那左边这个地方呢，可以打开，没有人在这个地方。有一架显微镜，虽然生锈的很严重，但是我还可以用。那要拿去用吗？没有要拿去用。这家伙是不是会动起来啊？没有，他没有动起来。对哦，这是轻轨，又不是另外一款游戏。这房子那么大，就没有东西了吗？哦，拿到了一个铁丝。哎，拜托，我要这么巨细靡遗的去搜寻每个东西啊？好了，我拿到一个铁丝了。拿到了一个铁丝要做什么啊？要存档啊！上面有写存档的次数哎，我们可以把上面那个改成这个，可以把这个存档次数改成小孬孬指数吗？好了，走了。我去！这是一个陷阱房。好，我现在开始有点庆幸。庆幸我存档是对的。那是随机的、啊，我以为是，我以为是那个一定会出现的。哦，所以我就刚好这么的衰。好，可以，我接受，好，我们刚刚拿到了那个重量。那我们有重量之后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这才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拿到了纸，上面写什么？我再确认一下，742是不是啊？742，好像是，看一下啊、哦。742，星星、正方形、三角形 ，OK， 好，742。那我总共要多少啊？会不会是这个啊？1126。7 + 2 = 11 7 + 4 = 11哦，4 + 2 = 6 2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就是加减乘除，不加法，简单加法的问题。我好聪明哦！等一下，我真的没有玩过这款游戏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别人玩。天哪，阿森，你好不可思议哦！你的脑袋会加法哎。OK， 好，七。刚刚1126嘛，对吧？1126，所以7 + 7 + 4，所以是星星跟正方形，星星跟正方形，星星跟正方形。好 ，back， 哎，我要怎么放东西上去？这样子吗 ？OK， 放两个，星星跟正方，星星跟四方形。OK， 好，这个是11，好，这样棒棒吗？好，接下来是2嘛，对不对？2就是只放一个。三角形，只放三角形的，这样 OK 了吗？然后再来，六就是4 + 2，4 + 2，四是正方形，二是三角形，所以是四方形跟三角形。听见附近门被打开般的声音，哦，好棒啊，阿神，开心开心，哇，好了，他说附近有门打开的声音，所以附近的门是谁？
谁？柜子又合上了。噔噔噔噔，会是谁呢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我好好恶心哦！我喜欢这只哎，跟变。它是受伤的轻轨。刚刚门打开是这个地方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抽屉。打开了抽屉，里面好像有什么物品。得到了消毒用乙醇。乙醇要干嘛？这是一个小盒子，上头有个小扣环，或许转动它的话能够打开。转动它的话，也许我能够用铁丝转动它，没有办法使用。也许我泼个酒精，点个火，就可以把它给烧开。在讲什么？也许我用猪油抹一抹就可以。OK， 好，算了，当我什么都没说。有人在家吗？在下面可以调查吗？不行。好，所以这间房间应该是没有东西了。把这个东西丢进去哦。将酒精灯倒入了乙醇，然后嘞，底座上面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可燃的话就没有办法点火。猪油，燃烧吧，猪油。将四方形的物体放置于酒精灯的底座。好诶，我有猪油了。接下来嘞，有没有什么可以用来点火的东西呢？铁丝。如何使用铁丝点火？等我一下，我 YouTube 查一下。哦，这个盆栽也要调查哎，所以十日元，如何使用十块钱点火？刚刚说有个小扣环，也许我用硬币可以把那个扣环弄进去。原来如此，得到了载玻片，将载玻片放在显微镜上面。想观察载玻片而窥视了显微镜，但却一片漆黑，所以我们需要光。到头来我们还是需要火啊。好欸，又卡关咯啊！有觉得什么地方很可疑，可是阿神却眼睛非常非常大颗没有看到的呢？你总可以哦。这个 juke 神 juke。 哼，好了好了，我真的是完全卡关了。厕所里面会不会冒出什么东西我没有调查到的？这个小碎缝，我找到了橡皮擦。为什么橡皮擦会卡在这个鬼地方啊？好了，我找到东西了。好欸，我有橡皮擦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用橡皮擦来摩擦深色吗？这样子吗？好哦，不是白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神奇的柜子，没时间理你啦。现在是就是解谜正在那个进展中欸，摩擦生热啊。对，涂改的笔记纸使用的橡皮擦。哦，原来不是点火，其实我开玩笑的好不好？当 YouTuber 怎么不做一些效果呢？我怎么会不知道橡皮擦没有办法点火呢？当然是拿来擦掉纸上的东西啊。讲什么啊？得到了数字，上面写318、50、51跟951。好的，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，只要把上面的数字加起来就行了吼。道具，写有数字的笔记纸，绿色加黑色是10，这是九吗？九的外 ，OK， 1001。OK， 我要自己填写，1001，关闭。传出开门的声音。好，我发进去了。是一个小房间，什么都没有的小房间。得到了伙食室的钥匙，有吃饭的地方，应该代表有火，对不对？调查一下，没有东西。我发现轻轨2其实还蛮好玩的，没有想象那么糟，你知道吗？这些解谜。就回归到好早好早以前 RPG 游戏的解谜的那种感觉，很棒很棒，我喜欢。Alright， 今天的轻轨2第一集差不多就该先 end 到这了。如果宝宝喜欢今天的解谜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你喜欢轻轨这一款我在5年前曾经玩过的游戏。那么我们下一集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